秦海璐是如何调教老公的？答案是品尝绿茶。希望秦老师科普一下什么是绿茶。绿茶其实就是他本身能做到，但是他就是要跟他的目标人物说他做不到。说比如说我看着张翰了，然后呢拿出来矿泉水，来，谢谢。想法挺多啊。然后再让秦老师示范一下怎么成为绿茶。我在我老公面前绝对是绿茶，啥都不干，能干我也不干。我老公说我最习惯的动作就是在床上蹬腿。对于这种老婆，我其实是什么反应？但是你们很享受这个过程。确实是这样的。工作上秦海璐是业务能力超强的女强人，回到家她又变成丈夫小娇妻，靠撒娇卖萌像亲子，切宠爱慕，她太懂得。一个女人可以一身戎装捧天下，也可以退下浴缸风情万种，用帐子搞定大饼干。明明在刚才她的故事里前一段，在老公这里却变成了赖宝宝，不仅对老公满眼宠爱，还时不时从桌上炫耀棒棒。如果王新军本身就是一位世纪猛男，那么能做到这些也就不足挂齿了。可问题是，王新军之前可是有过一段婚姻的，而传言离婚原因正是因为王新军脾气过了火爆大男子主义。可就这样的一个男人，如今却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宠妻狂魔，不仅一大早就做好早饭，还会到房间又轻轻叫起老婆，给老婆收拾床铺，惹人之气不足不至。不得不说，秦海璐调教老公可真是太有一套了。在外怼天怼地的秦海璐，在老公面前有多会撒娇，爬个山秒变娇滴滴小公主，还自称宝宝，宝宝会出汗了。你看吧，帮我们家宝宝给累的。王新军心疼他穿高跟鞋还没太累，他就说：“我不是脚疼，我可能会心疼这个鞋跟儿，我老婆新给我买的。”等他换鞋的时候，秦川上去撒娇：“我的那个鞋为什么穿不上了？”别好闺女他看了也直呼内涵：“哇，他太会撒娇了，真的。”闪得太逗，他紧紧握住王新军的手，还不忘给老公吹彩虹屁。这段路可真的是有点难度。那你也没有松开我的手。一起外出旅游。秦海璐在听有声小说，老公王新军批评他：“你既然出来玩，你就听手机啊，那你怎么跟人家讲？”秦海璐乖乖认错：“没有老公，学着。”在外面风风火火的秦海璐，一回家就变成了赖宝宝。但实际上，他在生活当中是一个基本上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人，就是那样。就赖宝宝。在节目中犯了错也会眼泪汪汪的问老公：“别人找一媳妇都能干那么多事，你找一媳妇就是个傻子。那你觉得我用改呗？”王新军说不用改，秦海璐像个孩子似的乖乖地答：“老公，你能让我赖一辈子呗？”就想了一句：“多谢。”还记得自己对别人小心时的样子吗？王新军有多宠秦海璐？每天早上，王新军都要为秦海璐准备早餐，早餐做好了才会叫老婆起床，老婆一起床，他就主动收拾床铺。面对如此优秀的老公，连秦海璐都有疑问：“爸总是真的看不见别的女人吗？”“这看不见呢，怎么了？”“爸，你能看见谁？”“你吗？你吗？”秦海璐因为爱美，连爬山都要穿高跟鞋。王新军就默默为老婆准备好运动鞋。当老婆走累了，王新军就赶紧拿出运动鞋给老婆换上。王新军无论走到哪里都要牵着老婆，就连爬山也不松手。这段路可真的是有一点这个难度。那你也没有松开我的手。爬完山后，秦海璐出了满身的汗，王新军又细心给她擦汗。秦海璐说自己一回家就变废物，她问老公：“委屈吗？”“找一媳妇就跟个傻子。”王新军说：“我不用委屈。”秦海璐问：“我需要改掉撒娇的习惯吗？”王新军霸气地说：“你不用去改变啊，因为你改变你就不依赖我，依赖我我就没有成就感。”秦海璐哭着问：“老公，你能让我赖一辈子呗？”王新军宠溺地说：“一辈子让你赖着。”结婚七年，王新军一时把金刚女侠宠成了小公主。我想说这对 CP 可一年。